初二回娘家。娘，我带女儿回来过年了。您进来啊，乖哦，给你拜哦。叫阿嬷。哎，再叫阿嬷。那女儿们叫姐姐。回娘家要打个麻将赢妈妈的钱吧。八万去啊，这甜的没人吃。南风碰2 hours later. 啊，给钱给钱呐、啊！来来来来来！哦，天哪！来，你们一定没穿红内裤吧？来哦，过年期间必定穿上红色内裤或袜子，才能逢赌必赢，带给你好运连连。回娘家也一定要和阿爸阿母吃顿饭哦，都是甜美的回忆呀、啊。能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吃饭，真是幸福啊！看了好心暖哦。过年就是要胖的有福气，啊，特别时间哈。来，这里。哇，是什么？最重要的红包在这，新年快乐！你是咧创啥哩？你敢省到这块钱？这不是最棒的红包吗？不是，这搞给的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哎呦，千万要记得，就算口袋没什么钱，回娘家一定要包个红包给阿爸阿母，暖乎乎的心意，感谢他们把你带大，也为家里增添满满的爱。